放在里面哈、哦。嗯，对。啊，他都吃什么样的花？是龙眼花吗？不是不是，现在没有哪有龙眼，龙眼快结果了啊。对。现在都是百花。百花。嘿嘿，什么花都有，你看，弄很多，你看。你看，这片叫做巢蜜，就是里面有六个方块，你看，对，六个方块，啊，已经在封口了，对吗？哦，对对，都蛮好的感觉。哎、啊，那个叫封口了。嗯哼。哎，啊，封口是会是怕蜜流出来吗？不是不是，它成熟的，那个蜜已经成熟。这是百花。百花蜜哈、哦。嗯。所以这上的原料直接到直接就可以吃，不需要加工制作都不需要、哦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嗯、这当然的啦。这是荔枝蜜哈、哦，你看哈，你看清楚。啊，对，很臭。哎、哦，对。对。这含水量已经很低了。嗯。把它滴到上面去，这涂抹到上面去哈、哦。哎，涂抹在里，先把它盖起。就精密的仪器了，要本来都没有这个气泡、嗯，啊，你看，我都看了，对，就十八度半多了，还不到十左右，就23.5度，嗯，啊，这个先18.5度左右，还不到十九啊，对，哦，就很浓稠了，啊，含水量，因为它的各种的蜂蜜的含水量哦，是有它先天的条件，不然。大部分都是我主要买纯的，价格高一点的我没关系。对对，嗯，你这样啊，我是那个养分少了、嗯。我们以前就是养蜂的世家。嗯嗯。啊，隔一段时间哦，差十几年没有养，因为大家都去世了。对。啊，阿三现在哦是外面有工地，啊也有技术嘛，阿三自己养。对。自己养。是。啊，不冲量了。啊，像买我的蜂蜜，大部分都是亲朋好友。这个社会啊，要买到纯蜜，这是很难的，真的啦。